你家己无法度确定家己有好个所在个。啊，我个人甲你讲，哦，你袂歹，哦，我就肯定，哦，真的还可以。啊，那、啊、如果超到这样，那还得了啊？那么天气舒服啊？啊，不过啊，师傅爱上路念，上路念的时候，袂使让你个，让你个歹走出来，所以上路念就是爱直直来养。因为因无常常嫌这走出来啊，就是咧讲这啊。所以善恶业是要嫌，不是要甲你讨论的。那个如来善恶业，善交代。有些人不懂什么叫做印心，啥那禅那印心。啊，都拢知影，看到都欢喜啊！啊，要搁嫌啥？迄有需要讲的，拢也是哦。需要改变的，今日搁做出来，福啊！所以什么因、什么缘、什么福？这福就是业啊！你都还够那款，那款物质的习气还未改啊？那叫跟地基有关，气嘛？那是微细还是粗的？微细啦。那嫌是要嫌是要破微细，都不是咧讲粗的。粗的你都拢有啊，我来讲。粗的你都拢解决了，我就不用讲。那嫌拢嘛要嫌微细。初你都袂颠倒啊，我着讲。转成音啊，各个变作音啊。你这样叫做痴嘛？所以欲所不耐的是观无记性痴性。有个还污啊，还污不吃吗？哦，啊，上面也开始会作业的，贪嗔开始会作业的，不是无记性啊，无记性袂作业啊。是你袂了解，佮撞出来，佮撞出来，热得起贪，苦得起嗔。无记不是业因呢、啊。无一无尽一所因呢，不是呀？还是贪嗔，还是一所因呢？极因呐，你这走掉。但是有的人，有的修行人，爱强调讲，敢那善良袂使，地位爱出来。有的人吼，贪嗔是袂啊。但是吼，都因为吼地狱不出来，地狱不出来吼，他还会不会浮动啊？会嘛？所以你才讲强调三毒拢来破，三毒的贪嗔痴拢来破。各有懂，就是你对待一个看得不够透彻啊，不够明。所以我们看下一段，如何有因有缘有福化经，眼有因，有缘有福，何等为眼因？眼缘眼福，为眼业眼眼业因。哦原因就是啥？就是俱生跟分别。再来，什么是缘？依他，依他是缘。再来，什么是福？它的依他又起片计值的业，那得福啊。所以有业有因有缘有福。
何等为业因、业缘、业福，为业爱因、爱缘跟爱福。本身本身这个这个具身的爱还袂破，所以这个爱哦，不是在讲单纯的分别的，这个具身是我爱的。这个爱情是具身的我爱，所以跟第七莫拉因相应的有啥？我爱我吃，我慢，我见。所以这个业爱因，这个爱是我爱，这比谁？这比错的呀。所以爱有因有缘有福，何等为爱因爱缘爱福？就是因为有爱的无明因。它、就是一种子来，具身的无名种子来，所以有爱无名因、无名缘跟无名福，这具身的无名种子来。在无名有因有缘有福，何等无名因、无名缘、无名福，为无名不正思维来。那也不正思维来。要记得清净善事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就是无接近，无通去听，就无度如理思维。所以我为了大局着想，我还是劝佛弟子要接。要多接近上三宝嘛，因为故来自利他利害具足嘛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过哦，这不上电视变不重要，为了大局，接近较重要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看代志看彻底，你才有一个肯定性的答案。所以不正思为因，不正思为缘，不正思为福，不正思为有因有缘有福，何等不正思为因因缘福？就是呢，缘也色，生不正思维。再来生与吃，这就是这就是啥一熟生，一熟生吃会不会转换成贪嗔呢？会呀，就是因为吃不掉贪嗔才造成，你若不吃怎么会有贪嗔？是不是？你若有见清楚。还佫更新，免啊探测得出来。所以有一熟生法，一熟跟一熟所生。缘眼色生不正思维生理痴，彼痴者是无明。痴求欲。名为爱，这个欲就是一般无意，无意的，迄真正毋是，迄都毋是真正的，迄是敢若吼化验的组织吼，暂时用冰敷，根本吼迄皮肤都还袂好个，化验都还袂好个，持求欲，唔知啊乐受，你，我还这里，我还是要在这里强调，在论里面，以我来讲，凡是所有世间乐受都是什么苦因，没有例外的。看你世间搁加贪婪唔加？
只要你贪恋世间的尊比堕世间，啊，尊比堕世间你有尊比虚空。啊，你要过吼，遐尼伫个摩索顶管发明，办袂好。即拢个常常提醒家己放下放下放下，对世间莫贪爱莫贪爱，可以无例外。所以爱所作名为业，如是比丘，不正思为因，无明，无明因啊。这个因吼，就是。这个因类是缘呐、啊，不正思为因而有无明，再来无明因而有爱，哦，那十二因缘内底讲迄叫做缘，无明缘行，行缘是四缘名色。所以这个因是缘的意思，无明因而有爱，爱因而有业。十二因缘内底叫做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六入触受爱，取有。所以这因是缘的意思，所以业因。而为眼，而为眼的掉入眼根，掉入眼根是堕界，对界甲对世间。哦，所以以后注意，莫常常用肉眼来看世间，你常常用肉眼看世间，你绝对是看唔到。我比一个给您听，比如讲，谁那一个修行人，你会去看他无去？就因为哦，伊的身躯顶悬哦，无穿 LV， 甲挂哦挂钻石的项链，排 LV 啊吼，挂钻石项链。你敢知伊中央对答？伊中央对答，伊中央外口啊，伊也无中央内底啊。但是中央外口爱开钱咩？啊，你乃好呆干？啊，你会讲这众生足好呆，拢中央着所在，准备拢无出来，你知影真正中央伫底？地位甲尊卑都无出来，真正庄严伫底。地位甲尊卑，人家是庄严。结果你，遐也免开钱的，啊你不要庄严。啊结果你开钱去庄严，庄严遐无需要庄严的。啊，你看这世间人有好歹，真正好歹到有出。我爱讲吼，咱也还袂学会以前吼，嘛好歹到做唔出。我有那时啊吼，还行过百货公司，哦，还专柜，哦，其实看起来是很亮丽。哦，有人心中无我讲，啊，你要看一下无？我到我是要看啥？但我也买袂起，还要看啥？你讲莫看好啊，莫看，莫看。你那无闲啊，是要看吗？